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好的，我们的 Kitty 呢，现在在为了今天的记者会，妆发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然后会紧张吗？啊，回味已久，好像，上一次出外景的时候到现在出外景。蛮久，但是你现在今天是记者会嘛，对不对？嗯，对对对。记者会还好，还好。但是我内容还没有看，所以我要帮他看内容。这个可以拆下来。嗯。欸，真的很可爱，而且非常的方便携带，就是通常出门就不用带太多东西。欸，那它这个的品牌名称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Olibug， 欸，真的很不错欸。Olibug， 对，所以这次呢，福岛前进团就是跟 Olibug 赞助，谢谢 Olibug 赞助。欸，那我们稍等的话，就是现在妆发都差不多了嘛。那等一下的话，我们就要准备去哪个地方呢？我们等一下就要去日本橋の福島館です。嗯，就等一下就是要去日本桥的那个福島館です。福岛馆。福岛馆。嗯，对，我们等一下去日本桥的福岛馆，然后现在准备要换装。嗯，好。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准备前往记者会的会场。那你就是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是怎么样呢？首先就是把福岛前进团就是做好拍摄好，然后接下来就可能会有跟 Olibug 的合作计划案。那你觉得最适合你自己的 Olibug 的包包是哪一个呢？目前吗？目前我都很喜欢，可是我最喜欢当然就是有一只小狗狗的设计。那为什么我喜欢小狗狗的设计？原本的原因是因为我是很重感情的一个人。那我们家以前小时候有养一只狗叫做阿卡贾，然后他在前几年的时候过世了。然后我妈妈跟我家人都一直非常的想念阿卡贾。那这次 Olibug 也非常贴心，因为我当初一看到那个包包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家的狗 Olibug 跟那个小狗狗，阿卡贾。然后我妈妈也非常的想念那个狗，那 Olibug 就马上把这个包包特别的用神秘小礼物送给我妈妈，所以好贴心，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所以目前我最喜欢的一个设计是那个小狗的那个包包。那我也期待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设计出一系列属于我个人风格或者是我喜欢的包包。欸，真的不错耶。我现在距离记者会呢还有15分钟。豆子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そうです。めっちゃ怖いです。めちゃ怖いですね。なんか濃いな感じ。そう、濃い。はい、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はじめまして。私は任雄生と申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这一次很高兴来到日本，然后可以参与这次的活动。那本身已经去过了35个多的国家，然后前进了100多个村落，
看过很多的事情，那我觉得每一个村落里面都会有不一样的故事，那如何去发掘这些故事，我觉得村落里面很重要，因为村落的长老者们会叙说的一些故事，故事才会让我们成长。那我这一次参加这次的辅导，我相信辅导这七个村庄里面一定会有非常多的故事在里面，那我也非常荣幸这一次有十位参与者，然后可以去这么多的地方，七位参与者去这么多的地方，那七个村庄会有很多的故事给我们，那希望我们可以把这故事串联起来，然后带给台湾人知道，把这些东西把它综合在一起，然后还有各种名词等等之类的东西，谢谢。嗨，じゃあこれからちょっと私から質問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接下来我就想要请问他一些问题，然后请他来做回答。好，第一个问题是，辅导这块土地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好，先一つ目の質問なのは、福島このエリアこの土地がどんな印象を持っているんでしょうか？其实我本身宿舍来自于台湾，那我从来没有去过福岛，但是其实我的家人就是在日本的家人是出生自福岛，所以我听过很多福岛的事情。所以这一次其实我非常的兴奋可以去辅导，那这一段为什么我用中文讲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台湾的人更多人知道辅导这个事情，那我这边会讲一下日文的部分是因为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出生来自于辅导。我就是家族は、お母さんは、福島出身なので、そして今回私は、これから福島行きますので車を行きます。福島は特別なこととか、あと食べ物とか、私はこちら絶対ぜひ今回は食べた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那第二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就是这次前往福岛采访嘛，取材你最期待的部分是什么？那个今今回啊，福島行くのは一番期待しているものは何でしょう？那个一番行きたいところ、一番食べたいものは何でしょう？其实我去过这么多的国家，然后也主持过这么久的节目，我其实每一次去每一个国家，最主要是了解他们的文化，品尝他们的美食。但这次很不一样的是有很多的参与者，那参与者们去村落里面，他们感受到的故事跟我感受到的故事绝对不一样，但是每一个参与者他们本身自己的故事跟村庄里面的故事结合在一起之后，如何把这个故事串联在一起然后带给观众朋友，我觉得这是我这一次最兴奋的地方。我刚刚一直在注意，就是后面好像有一些很特别的包包，那我想说，这好像是你这次有跟他们有合作，还是想要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对，关于这一次的外景主持，我很感谢 Olibuck 的赞助。那他们的包包都是用动物去做一个设计的。那我知道福岛好像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动物，对不对？没错，就是像这边右边这边这样，阿卡贝果。对，它有特别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就是你今天身体里面有可能状况不好的时候，你去跟它祈祷，那它可能就会身上会多一个黑点，那它就会帮你去修复，是一个概念的感觉。那所以这一次的包包的概念，我觉得跟动物设计的感觉是很像的，所以这一次我很谢谢威爸哥大力赞助，谢谢。好，那我接下来就问下一个问题了。那因为我所知道，任佑成平常就是以往主持的一些节目都是比较偏旅游跟一些比较冒险的比较有趣的。那这一次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我会去这个第一原子发电厂，就是会去当初十年前这个发生爆炸那个地方的当场现场。那不知道你对这种去到这个现场，我们即将走进那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感觉或者心境？ちょっと日本語で説明します。でまあ今までそういう旅行とかロケ番組行ったところは、大体そういうまあいい風景とかすごく旅行雰囲気がいいところなんですけども、今回ちょっと一つ違うのはやっぱり第一原発も入りますね。その原発が入ってちょっと当時のそういうちょっといろいろ状況を知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でそれに対する何か違う
気持ち、あとはその今の心境は何でしょう。首先我要为这个核能发电厂发生爆炸的受害者先默哀30秒。郵政さんからここで東日本大震災犠牲になった皆様へ黙祷を捧げたいとご提案いただいています。黙祷は30秒で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それでは皆様お手数ではございますがご起立をお願いしても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れでは黙祷。发电厂这个发生爆炸案的地方的时候，对我心里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需要心理建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那不管是在旅游节目或是在时尚杂志或者是在走秀的时候所接触的东西都往往不会跟生理识别有太大的关系。那这个事情的感受对我来说，我希望去感受他们，知道他们从灾害中他们如何去重建，他们如何去改变之后，然后我希望看到他们的改变的过程。我希望让台湾人知道，其实发生过后灾害不恐怖，恐怖的是我们有没有去努力去改变，改变之后我们如何去重新再介绍去给台湾，让更多人都知道这个地方。谢谢。好，这次就是因为去年我自己也有进到那个现场，对，那虽然听过很多事情稍微分享，真的听过很多很多当地的事情，但是真的到了那个现场，真的看到那个情况，真的跟当地人做一些交流之后，其实心情是有一点，平静，应该说平静，但是又有点，有一点点难过，但是就是没办法用言语来表达。我那时候的唯一一个感受是，我很想要为这些人做什么事情，但如何是好？就其实我们会发现，我那时候真的没办法把我的感觉用言语来表达，那这是一个很切身的一个感觉，然后甚至到现在都还记得。所以这次可能你就必须要体会一下这样子的感受，那到时候应该也会有很多的新的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觉得就是保持着你未知的东西你一定要感兴趣，然后接受它，然后去看它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去发掘，值得我们去深入了解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地方一定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地方都有它好玩的地方，然后有趣的地方。那我相信这一次我们只要深入的去这个村庄里面，我们一定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希望下一次我们在讲福岛的时候，我们想到的不一定是这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是有伤痛的事情，更多的是快乐，更多的是感动，然后让更多的人想要去福岛。谢谢。再度的金子をかけになってお待ち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